要克服地域、財政、學歷等等好多唔同嘅困難，但係為咗要吸收西方嘅文化，我就堅持粵語學藝。因為喺當年嚟講咧，香港嘅發展係未成熟嘅，咁但係只要有理想、有熱誠，我相信總可以創出一片天。 去研究，去花啲心機，度咩嘢出嚟？